OK，所以，上一题 OK，这一题其实一样，大同小异哈。我说 a 为 x 的多项式，而且这一坨左坨减 a 等于右坨，刚刚加 a，现在减 a 啊，一样啊。如果我今天说，七减 a，sorry，我说七如果减 a 等于三好了，那 a 怎么得到？你说老师，a 是四啊，四怎么来的？四是不是由七减三来的？所以当你一样化葫芦之后，你 OK 了啊，过来怎么那样？a 就等于左坨减右坨嘛。好，左坨是负三 x 四加五 x 减八，然后去减掉右坨，右坨是五 x 的四次方减四 x 平方加六。好，就是左边减右边。开始减，负三减五，好，四次方的负三减五是负八，负八 x 的四，再来三次方有没有？都没有。好，来二次方的只有右边，所以减负四，小心那个正负号哈，减负四进去那就是加四个 x 平方，再来一次方的是左边五 x 而已，所以加五 x，最后负八减六，负十四，OK。